热，也为了健康付出了许多的努力来减重，而他瘦身的食谱也曝光，包括他瘦身的观念也一并分享给观众。台上劲歌热舞，张惠妹在高雄的演唱会意外引起网络讨论，展现瘦身有成的铅笔腿及火辣身材，外界都好奇阿妹是怎么做到的。如今瘦身食谱也曝光，原来她每天只吃一碗烫青菜、一碗蛤蜊，还有四片烫牛肉，而且必须在下午三点前吃完，另外尽量不摄取淀粉，主要以蛋白质和纤维质为主。当然会瘦，因为她把两个方法合并，但是问题是一般人很难照这样的生活模式，饮食真的长期吃要小心，会有微量元素不够的问题。但其实不只是饮食控制，阿妹曾经透露她吃的东西都十分清淡，另外每次用餐前都会先喝一大杯温开水，先让胃有饱足感，再来就是每次都会细嚼慢咽，让大脑误以为已经吃了很多东西，还有就是天天运动，吃得很慢的时候让我们的血糖有机会先上升，上升以后就会告诉我们的脑子我已经吃饱了，你就不会吃太多了。虽然生酮饮食在短期内可以达到大幅减重，但如果长期执行，身体会缺乏营养素硒，恐怕会增加罹患心肌病等风险。所以医师也提供较健康的减重方法，大约每餐吃七分饱，有意识的减少热量摄取。但到底该吃进多少热量呢？一般是把你的体重乘以三十，比如说60公斤的人，你只要维持这个体重，大概就是60×30，就是1800。那我现在要减重，一般我们就减掉500卡。医师也特别提醒，生酮饮食最多不要超过2周，因为碳水化合物仍是身体所需养分，而瘦身后仍要采取低热量的均衡饮食，才能维持身材又不伤身。记者杨旭晨台北采访报道。